这猴头刚刚与那些阴兵正打杀着，不知为何昏了神。那儿，吾乃牛魔王麾下先锋，还好未伤你性命。饶你，饶你。你的事我早有耳闻，你要寻的东西，老大王定然知道。 如今山里生了妖孽，不知哪里上山的关隘也被几辆棺材车拦住，冒着邪火。我想你有些溜撒。棺材车又叫五行车，那车我觉得其中。